哦，大家好，呃，这一次要跟大家讲的是，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很很少见，也在历史上也只有惊鸿一瞥的 v o t e t V-11 啊、哦、啊、呃，基本上这架飞机呢，在历史上呢也没什么留名，因为在抗战初期啊，我们是没有空军的啊、哦，没有人，没有飞机，几乎啊，几乎没有人，没有飞机。 那就找了一批外国人，也、yes, 是外国人。那这外国人在汉口呢，就一支飞行队嘛。啊，待会我看到，来，我直接拆好，直接拆好，开盒嘛。那这个我们不知道的历史，外国人帮我们做啊。这个这家公司 Special Hobby 啊，就帮你做了这家套件啊。找这个套件，人家有专门的人在做这个历史研究啊啊啊！这个就是我讲的外国人啊。 我没记错的话，对，十四队啊，十四队就在陈纳德来中国之前呢，曾经有这么一支外国人的部队。那因为这个外国人嘛，啊，有有很意大利、法国人很多啊，欧洲啊,啊，那不是很好管教啊。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语言不通的问题，就造成了、啊、这个航空委员会那时候没有空军啊，航空委员会对这个部队啊不是很。 很能够指挥啊，所以就把它裁撤掉了。但当时，呃，华人啊、哦，华人跟我、哦，华人，我们中国空中华民国空军跟外国人一起作战啊，飞的就是这型飞机啊。短短的没几年就裁撤掉了啊。V 幺幺曾经有那么个段历史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可以作为纪念。这个开盒嘛，啊，这个盒子装这样子啊，来，这盒很有趣。 很有趣，哎、欸，套件不怎么样啊，但是呢，当然了，贴纸啊，贴纸啊，给你们想想，给你们想想，贴纸啊，好，贴纸啊，贴、哦、纸，呃，居然有改套啊、哦，居然有改套，嗯、我把背景可列一下，这居然有改套。 就改套套改装套件啊，所以做的时候呢，要用瞬间胶，或是就是胶水可能粘不上去了啊，注意，喂喂喂，拆不下来要改有几个改套啊，就几个改套啊。飞机呢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啊，这么大一架，啊，这么大一架，有点暗奇怪。 这个凹陷啊啊！毕竟这是比较早期的模具啊，但是它样子还做得出来，也没这个残渣啊。有的老模老到，唉，掉眼泪。收到之后真的是看得难过凹陷啊，凹陷，翼展。我的手手指手，我的手不大，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三公分呢、啊，翼展就这么大啊，大概二十二到二十三公分的翼展。 它的，yes，这个很奇特哈、哦，剪的时候小心一点。他给你两套，也就是 if you fail 哦，如果你做不好，还有第二次机会啊、哦。基本上有四个可以用，因为是两款，两款的这个呃坐舱照啊，你可以有四次的机会。我做过了，我做过了，哎，就是做好盖上去而已啊、嗯。这就是很奇特的。 啊，比较早期的啊，V 幺幺啊，国军版的 V 幺一比七十啊，谢谢大家。